德·玛丽是欧洲家居设计界教父般的人物，他的作品多次在汉堡、柏林、埃森等地的博物馆展出，曾获得过12次红顶设计奖、8次 IF 设计奖、2次瑞士设计奖、19次芝加哥优秀设计奖、3次科隆室内创新奖、2次汉堡设计国家奖，以及其他许多国际驰名的设计奖项。他的设计经验非常丰富广泛，从产品、纺织设计到博览馆设计，涵盖范围甚广。1996年起，彼得·玛丽与当今最古老的钢琴品牌德国首德钢琴开启了跨界合作。彼得·玛丽为首德创作了全新风格的钢琴，在极简风盛行的今天，融合了他简洁而不过时的设计风格。他的作品可谓是时尚与经典在钢琴设计上的精彩演绎，并创造了一种超前的审美风潮。